接下来是蒋干为了测试大家的合作能力带来的游戏。蒋干呢带来了一万两，其实可以换得一万兵。这一轮呢，游戏规则是三个字，每个人只能回答一个字。我们一共分成四个组，两人一组，三人一组。三人组就是一二三，两人组的话就要是一二一。哦。但我们是随机的啊，谁先说也是随机的。我们一共有二十道题。如果你们错了一半以上，兵力清零。那一万两黄金去哪儿了？黄金蒋干就拿走了，给魏国了。不嫌累，真蒋干。肯定有人故意答错。你啊，会不会啊？绝对不是我。第一题，请说出三个字的三国人物。沙哥。哇！天哪，这还不明显？太假了。这还不明显吗？太突然了吧！这怎么？请孙权自首吧。我可以换一组吗？第一题就错了啊！请说出三个字的文学作品。要玩？窗、花、剪。窗什么？我想说一本书，那本书叫做《窗边的小豆豆》。窗边的小豆豆，窗边的小豆豆。我解释，这个游戏呢有三个字，就是三个字，我想突然想不起来，《红楼梦》哦，《西游记》。西游记，请说出三个字的菜名。三个菜名，丹姐，西，湖是，湖。湖，西湖市是西葫芦，咱们孙尚香的口音哪是重啊？西湖市，这个我确实不是有艺术的。请说出沙溢的优点，李晨。哎呦，会说话，答对，会说话。请说出三个字的歌名，丹姐。我爱你。肯定有。你搜我爱你至少二十首以上。你唱一下，丹姐。我爱你，爱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吴国泰，你要这样说，那哪一首歌不是？哎妈呀！哎妈呀！哎妈呀！这算错吗？没唱对。你绝对是那个魏国派来的奸细，我跟你讲。请说出三个字的电影名。张一山。无间道。答对。哎，这个可以啊，这默契可以，这默契。请说出三个字的动物名。李晨。大狗。熊。答对。在家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丹姐。睡大觉。答对。说出三个字的山名。一山。五号。后山。五号山吗？不是，横店有呀，横店有一号山、二号山、三号山、四号、五号山。五号山呀，对呀。横店是五号，就在隔壁，我知道啊。五号山。五号山。五号就在隔壁。五是什么呀？我要说五指山，来五号山。我也想说五指山，五号山。说出三个字的电影名，杨迪。五指山。五什么？五什么？无间道。我没想到，无间道说过了。这个五指山。请说出三个字的水果名。李晨。大西瓜。答对。请说出你最不能忍受的行为。丹姐。睡懒觉。答对。你知道丹姐前一题是在家干啥的？睡大觉。她不能忍受的是睡懒觉。能睡大觉不能睡懒觉。说出跟自己最有 CP 感的人。要玩杨杨牛杨杯杨杯里哎我呀对啊杨杯杨杯比怎么了嘛杨杯杨杯比不是个人呀
兔。妈呀，不是，说我不是人。不是，你原本想的是谁啊？杨迪，我实在就想他。说出，如果赵一山结婚会去哪里办？花花。哎呦，结婚去哪里办？对，那个。我纸山猴子呀、啊、我上那儿干嘛去我夫妻近水帘洞哎你到五指山上娶媳妇儿去你娶了个压寨夫人哎这怎么不行啊啊你可以在五指山是吧我去呗那个剧都同意了呀那你只要在五指山办我们就张一山到时候就在五指山办咱不办都不行办必须去就高低去请说出三个字的发型的名字陈哥大飞头答对啊我就是大系列了发在这儿大系列我觉得他们仨应该问题不大我说实话问题不大他们一直在努力啊一直在赢题说出三个字的病症药文膝盖疼膝盖医生你怎么了我膝盖疼没问题啊放光是吧也没毛病吧也算吧说出三个字的文学作品一山水壶转答对请说出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夏哥大口哎呦红那我咋接呀、啊、那我咋接呀、啊、不是这怎么接你想说大什么呀大红袍嘛大红袍也行啊哎必须投他把他投出去吧咱们请说出三个字的小吃丹姐哎姐饼糖糖我觉得我在这儿有点误伤的意思我坐错位置了我觉得三个字的小吃你给我老婆饼大麻花吗老婆饼大麻花绿豆糕好吧那我这确实又大开头的大麻花请说出你来参加蒙探的原因要玩看帅看帅哥的也不行咱们看看帅哥怎么了就想看帅哥怎么了怎么这么多帅哥还有一个帅叔叔在这儿那你要看什么嘛我想想看心情他的答案你们确定要吗看心情要玩心目中看谁帅别说我说我就是搞笑就他帅那是答错了来已经输了啊卧底在里边成功的有吗张飞和赵云还有就是吴国泰和孙尚香是错的最多的